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，我是埃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会长陈建南。在中华民族传统的佳节春节即将来临之际，我在生生不息的尼罗河河畔埃及开卢携合同会的全体成员，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，祝愿我们的祖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，也祝愿两岸的同胞们在新春新年里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。虽然我们经历过新冠病毒的侵蚀，但是我们依然相信健康美好的生活是永远属于我们的。谢谢大家。